不会吧，又不会又要送个狮子狗大爹吧？不会进我野区了吧？太灵活了呀，门都抓不到啊！咱们打不过就不要打嘛，你要打不过你硬打，这不是给打野增加难度的吗？哎，他们打野应该在下呀。EZ 喜欢装逼。没预判到呀！这好经典，帮了被单吃。然后这游戏就有意思了呀，经典上路打不过中路帮了被单吃，他有可能去打小龙，可能是打小龙。我操，这岩穴都不放大呀！这个法皮。
W。废物。这 AD 怎么回事啊？上呀！操！我他妈没加大招！我的发！没学大！这 ADC 急啥呀嘛？等一下人不好吗？玩的好累啊！为什么每盘都要我那么 C 才能赢？啊，说实话，这把对面打野是没有一点节奏可言的，他没有一点节奏可言，全是他队友在帮他做事，他妈他跟着混就行了，这不得把他越了呀？感觉玩的有点舒服了，这不把狮子狗越了，伤害还可以，应该够了，感觉。这就是你他妈我的节奏，你喜欢帮是吧？那你看看我的节奏。感觉要被越了呀！太明显了呀！这他妈是个人都知道的呀！哦，你们两个小卡拉米。来了，快走！赶紧死，赶紧死，不亏了。那小龙要刷了，他没大，死个辅助无所谓的。
没大呀，哎，看谁来守塔，谁来守塔坐谁。赶紧，别冲到渡城了，抽个闪。 来来，留，随便打。 有这么吃力吗？ 哎，不是怕什么呀？妈，妮可又没大。啊，他没踢！哇，这狗熊都不踢的呀，这狗熊。 哎，我把这些人想的太会玩了，真的。一般来讲，这波队友肯定要TP保一下的，然后把这个塔拆了。这卡莎也是怂啊，为什么不直接先拆塔呢？这队友你妈都是单机怪呀！都他妈。 都他妈是单机，打野指挥都不听的，真难啊！这把打起来，这狗熊能不踢？我操，我也是无语。那你现在指挥，反正我指挥你，你咋不听我指挥呢？
我操，他这样子送啊！哦，继续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这把赢了打野80%的功劳。泰坦，这泰坦是不是补位的呀？你妈的，怎么老是一个人去做视野呀？火熊能跳吗？小丑，上吧。